这一次的我的专辑，之前发行的 EP2 呢，它里面有三首歌，《一路之下》、《Perfume》还有《Jump》。那这三首歌都拍了 MV，三个 MV 都有一定的联系。那比如像第一个《一路之下》，就是一种，作为一个明星，然后突然想逃离这样的一个现实，然后想有一种自由的生活。那 Jump 这个 MV 呢，恰好相反，就是特别想要一次一次的想成为一个明星，但是一次一都落空。然后 Perfume 这个呢，MV 也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我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调香师一样。我觉得其实把所有的东西都汇聚到一起，那其实这三个 MV，也是，表达了人的各种的情感，但是最终还是想追求真实的自己，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喜欢这三个 MV 的。Ready?我在鸟巢演唱会上第一次唱起《一路之下》的感受，真的觉得非常非常自由。我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在那首歌上面的表演状态，没有条条框框的，我觉得刚好跟这个歌也是配合的。喜欢的朋友再回去看一看那次的直播哈。Jump 这首歌，加入了这个古筝，我觉得，我是希望能够把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加入到这个，我要做的 mix pop 里面，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让很多的，这个音乐乐器有更多的融合，那当然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听到中国的这个乐器，也让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朋友能够去感受中国乐器的一些魅力，但是又不要是突兀的，所以要融合的恰如其分。我觉得，Jump 这首歌好像至今为止我只唱了一次现场啊，是不是应该再找一次再唱？大家期待一下。You make, girl, it's too late, 'cause you've already got me high. Ready? So get ready to jump. Ready? So get ready to jump. Come on. So get ready to jump. So get ready to jump.还有就是看到大家这个挑战了香水舞啊，很多学校啊，还有各个群体啊，大家都一直在把它剪辑到一起，在跳这个香水舞。我觉得各种不同的方式，有些是像在喷香水，有些像在喷杀虫剂，有些就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很成为一种流行啊。我也希望，这个的 MV 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跳这个舞蹈，所以我也出了这个舞蹈的一些版本。然后，我觉得未来如果还想看我跳的话，就在演唱会吧。
或者跨年上面，我也要准备。最后补充一下，大家看到我站的地方，墙上挂的就是做演唱会的这个海报墙，喜欢吗？